但若能看到您的笑容，肯定是美炸天了。公主，笑一个吧。你又是哪位啊？我是天蓬元帅，原本就帅，我叫猪八戒。公主，您好。油腔滑调，本公主已经结婚了，你这个猪哥！不可以叫猪哥，要叫帅哥。我得赶快再找一个人保护我。啊，人呢？人呢？哎呀，怎么办啊？这风格我的什么？唐僧的佛祖叫我来找唐三藏，又不跟我说他长什么样，只叫我来这里等他，不想知道他谁啊？就是你啦，师傅。小朋友，来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夺金任务要牺牲你了。那边有个铁扇公主，她会把战力不服的人给吹走。你加油，我先去躲起来哦。你这个臭和尚还敢跑？看我的吹！蹲下！蹲下！蹲下！奇怪。哎，扇子坏了吗？怎么吹不走啊？你的扇子会吹走战力又不服的人，那我们就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是沙悟净。哦，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不为常人，心态跟我老神。其实我已经400岁了。原本我是千年里的卷帘大将，有一天我打破了花瓶，继续出街，你去旁边玩沙发，然后我就被写到流沙河里去了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哎，悟净啊，悟净，没关系，你就跟着我去取经吧。哎呀，但是啊，我们取经的路上呢，必须要有那个芭蕉扇，你呢，去跟铁扇公主借芭蕉扇去。为什么要跟她借芭蕉扇啊？师傅说去借你就去借，徒弟问那么多干嘛？去。哦，铁扇公主，可以跟你借你的芭蕉扇吗？我才不要借你。师傅，他说他不借。哦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哎，不是。你不是智慧过于常人吗？你想办法过去解快。哦，铁扇公主，那我们来比赛。比什么？比喝酒。可以比喝酒吗？铁扇公主，我听说你很喜欢喝酒，而且酒量非常好，应该说是对我这个小朋友吧。嗯。那如果我们赢了，你就把你的扇子借给我们。好啊，那如果我赢了呢？那我们就再比一次。啊？要是我赢了，你们就立刻给我滚。好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了。来，哇！因为这是腊年高趴，所以我们来比赛喝烧酒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是腊年高趴，我们现在烧酒一瓶只要300块，乘以50个打电话进来，我们还送你。师傅，你不要再业配了，我要讲解比赛规则。好，你继续吧。比赛规则就是呢。谁先把这瓶酒喝完，谁就获胜。哦，好了，那就只好由老衲来当这个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评审啊！我数到三就准备开始了啊！准备好了，哎，一二三，开始！加油加油！势均力敌，势均力敌哦！铁扇公主好像有点厉害。啊，不，等等，沙悟净加油！沙悟净加油！沙悟净加油！哎，他喝完了。是不是喝不完啊？没关系，我可以来帮你啊。师傅，您是出家人，这种事就交给徒儿来做吧。哎，不是，那个你。都给你喝就好了。啊，我现在宣布沙悟净获胜哦。哇，狗！啊，扇子给你们。好，谢谢。要是碰到我老公牛魔王，你们就知道厉害。给我进攻。谢谢啊！奉知道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们两个，师傅，你们两个真的是垃圾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为师平常不说这么重的话，但是你们两个就是垃圾。来，跟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沙悟净。哎，从今天起啊，
他就是你们大师兄哦。啊！哎，师傅，这总有先来后到的顺序吧？总要敬老尊贤吧，不然我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。不要这样，我们是以战力为考量，谁状况好谁先发 ，OK 啊？来，小莎莎，我们走了。啊，下场。可恶！好好，好中等啊，他这样当然。